错，跳房子的时候到了，让我们欢迎 House 风格第一组，让我们欢迎小一级学友。哇，第一个组合就是这样这么经典的师徒啊！哇，你们两个师徒之间的情谊已经由内而外的散发出来了啊！两个人一起去桃园会被误会啊！啊，迷宫啊！啊，好黑啊！啊，以及我们的对手，让我们欢迎小山以及陈浩。哇，山哥来了，山哥来了啊！陈浩也就是在昨天的 House 这个风格也是表现相当的棒啊，也是打到很后面的陈浩啊。好的，接下来这两边的组合呢，没错，小颖跟学耀老师这个组合大家应该会比较了解一点点吧。是，那么另外一边我想要好好的来介绍一下，没错，因为呢我们小山老师他其实是也是来自于我们新竹风城啦，然后在这个也是在我们东门城来推广 House 不遗余力的我们自由舞者的舞团啊、的舞者之一，没错啊。那么过去呢也曾经是我们这个 House 神童的小山老师哥，这个神童是什么时候？20年前吗？还是10年前你在 Super Junior 那个时候神童是你吗？对，好 ，OK， 好 ，House 神童小山老师带着也是自由舞者的 Family 啊、哦，对，那陈浩，你们之间的这个情谊是？是开始跳的时候就是跟着他，哦，就是一开始就跟着他，跟到现在是不是？好 ，OK， 好，很平凡的故事啊、哦，我喜欢，对，平凡就是美。那你们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啊？两位老师，不可告人。啊，都说不可告人，那干嘛还告诉我？对，我干嘛问这个东西？真是的啊！对，自作聪明啊我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既然我们双方都已经准备好，也不用再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了。毕竟我们今晚还是有个重头戏——嘻哈演唱会在等着大家呢。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来自于我们的学耀、小颖老师以及我们小山陈浩这个组合 DJ 阿元。我酒才醒。
我们 House 这个风格的这四位传承者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每一位舞者都是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啊，不论老师还是我们学生，真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重要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爱护着你所喜欢的这一切了。